亲爱的好朋友，我想新年即将到来了，我们河边推出最好吃最棒的莲菜金属莲哦，莲心村，我们把那个最好的莲菜就经过我们师傅大家精心挑选的，而且是我们使用在地的食材，当天料理当季食材，而且是把它我们最澎湃的莲菜能呈现给各位，让我们各位的好朋友大家能够吃得过一个新的好年，能够欢喜过新年，是。好，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年河边五十年特别针对金属年推出的开运好料理，我们今年芦笋加珍珠碎子原价是6480，现在各位是总共是5880，然后我们有针对小家庭的部分推出蜀玉亨通银春煮，原价是2980，现在优惠价也是2788，然后有非常多的精致好料理，等待各位来品尝。很高兴跟大家介绍我们河边三河五十周年，我们热烈推出的莲菜外带礼盒。那我们今年呢，特别跟便宜坊烤鸭餐厅结合，我们的焖炉烤鸭三支外带组，以及我们的开运福寿外带组。那这项菜色是用卤菜的方式去做烹调，那用结合台湾在地小吃、在地美味，然后以及食材，用卤菜便宜坊烤鸭的方式去做烹调。希望各位贵宾可以踊跃订阅我们的莲菜外带礼盒。今年莲菜外带呢，针对小家庭的方式去做设计菜单，那我们让很多家庭，不管是大家庭小家庭，都可以一起共聚在这个家那个家里面一起吃这顿年夜饭。那所以说我们针对小家庭部分呢，设计五人份的套餐，那有我们的红鲟米糕酱肘子，那甚至说如果你针对烤鸭的部分，尤其我们便宜坊百年的焖炉烤鸭非常有感兴趣的话，我们也推出问年菜外带礼盒。那我们呢，因为高雄最有名就是我们的海鲜，那所以说我们结合我们的海鲜料理，搭配出将近20几道的美味佳肴，供大家来选购品尝。那这么丰盛的年夜饭，那欢迎各位踊跃来向我们河边餐饮集团香蕉码头以及便宜坊烤鸭订购，谢谢各位。河边五十年，汇集了海鲜台菜底蕴，数万场的外汇淬炼，365天从不自满的精心钻研，只为献上阖家团聚时那属于每一个人心中幸福的味道。2020年迎春之际，特别隆重推出救急一锅之极品锅物料理，首波主打上品满福佛跳墙，包括有干贝、花椒、鱼肚、海参、干包、鸽蛋、猪蹄、火腿、芋头、栗子等高档食材。佛跳墙闽南话发音竟是福寿全，以此祝福贵宾们福寿双全。第二波主打鲍鱼干贝土鸡锅，选用最适宜滋补的鲍鱼与干贝，加上乌骨全鸡，再佐以红枣、百菇、时蔬等当季食材，在特制高汤中炖煮熬制，融汇出了治疗心灵的鲜美滋味。今年更特别推出鼠来宝贺岁套装，五人份的小家庭分量，将过年的山珍海味一网打尽，分量刚刚好，幸福也刚刚好。河边市中店针对所有客户的需求，推出精致的年菜单点外带，无论是锐气千条的龙虾鸿运大拼盘，还是低调奢华的双喜鱼翅炖鸡中，以及只容你口不容你手的唐朝一品庆团圆，让辛苦的妈妈们优雅下得了厅堂，高雅上得了厨房，全家人共聚除夕围炉的美好时光。便宜坊烤鸭餐厅则主打1416百年焖炉黄金鸭，以及红鲟古早味米糕，一南一北的特色手入菜，重现经典。今年年菜外带新选择，别忘了河边餐厅将是您的首选。